们说的那个雕刻厂就在前头呢，是吧？啊，那个里面从这儿过去就行了，是吧？好吧，好吧，那我们走了啊。好好好，再见。没过多久，记者在路边发现了很多汉白玉石料以及雕刻作品，也许要找的师傅就在这里。呀，这些都是汉白玉的。啊，这是龙、菩萨，哎呀，这些都真漂亮。这也是碑。应该就是这儿了，这就是汉白玉的。哎，这有个人在。师傅，你好，请问您认识那个韩师傅吗？不是。啊？没在。不在呀。哦。啊，他哪儿去了？出去干活去了。什么？出去干活去。哦，出去干活去了。哦。去，这就是他的厂。哦，这些都是你们刻的作品。嗯，那些，嗯，那些也是啊。嗯，那这些是谁雕的？您带我过来看看吗？来，您我不懂，您带我过来看一下吗？好，来来来。现在能带。啊，这是谁啊？咱搁拿了一块供了。啊，一块的啊。啊，你好，师傅。那个，这些也是汉白玉的。那。这是给哪儿做的？这逮得着了，这咱们搞那些女战士那聊教育嘛，聊。啊，将军啊。聊元帅。那摆在哪儿了？就摆在那雨和山那儿嘛，粮食。烈士陵园啊，啊，这是在烈士陵园给烈士陵园做的。嗯。那挺好的，那为啥都摆在这厕所跟前呀？这已经用完了，没劲了，放在那儿，这还得再搞那些呢。啊，这就没用了是吧？哦，啊，老板呢？这就是老板吗？干活那是老板。姓韩。哦，姓韩。他就是老板。哦，那帮他干活那是他老板。做的就那个这个厂是他的。哦，是做的。是他的。哦，那哥。他不是工人。啊。他不是工人。哦。啊。工人要干活的是。哎哎。啊。那像您知道那个极乐寺菩萨下面的那个大的莲花座，嗯，还有那个好多龙上台阶的那个地方的好多龙吗？嗯，那是谁雕的呢？那咱们这里雕的。那个您怎么称呼呀？您姓什么贵姓？我姓韩。您姓韩啊？嗯，那我们不是就找韩师傅，是不是您呀？对，不是。那我招供的。您也姓韩啊？哦，那他们说您就是老板呀？不是。没事嘛，我们随便聊聊，也没有别的想法。说咱也没得，就是干土硬似的。那是啊，可是有这点手艺的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韩师傅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这儿的老板。但是在记者的追问下，他还是承认了自己的身份。大家都知道的是你。原来极乐寺那些大型汉白玉雕塑。果然是韩师傅做的。记者向韩师傅说明来意，想请他展示一下汉白玉雕刻的技法。可是韩师傅讲，活他可以干，想看多久都没问题，可这讲解他做不来。正当记者沮丧时，韩师傅说不远的地方有一所学校，在学校里可以了解到更多的雕刻汉白玉的方法。那韩师傅，我们走了啊，再见，谢谢啊，好好好，时间过了啊，我们再过来的时候，你可不能说不会了，不会了啊，不能说不是你了啊，好好好，再见，哎，好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在韩师傅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大院子，记者走近时发现这是一个大理石厂，并不是雕刻学校，难道又找错了地方？师傅，这儿哪有雕汉白玉的地方呀？这儿哪有雕汉
白玉的地方。啊，雕汉白玉，他们说在这儿吗？啊，在后面呀、啊。那到这边看看，好，谢谢啊。原来学校就在厂房的后院，果然，在路两旁堆放着很多汉白玉石块。可是，偌大的院子里为什么没人？记者又不禁心生疑窦，走近时才发现，教室里正忙着上课呢。你好，老师。你请问找谁？啊，我就想问问，这是不是那个雕刻的学校呀？是，这是我们广陵县的雕刻技校。啊，您正在上课呀？我现在给学生讲这个雕刻理论课。啊，那行，那我先不打搅您先上课，然后一会儿我等您的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嗯，好，再见。断语的号打掉。老师们说，学校现在有20位学生，3名老师。雕刻学校的学生大都是附近村里的孩子，年龄在15到20岁。学生们学习汉白玉雕刻的原因有很多，但大部分学生都觉得学雕刻这个手艺能挣到很多钱，因为村里会这门手艺的人都去外地打工了。来学习雕刻呀？是学这个的是学这个雕刻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？但是那么是有钱的那孩子不学这个。有钱的孩子不学，为什么？他吃不了苦嘛。哦，吃不了苦。啊，一个礼拜15天带100。然后一个月就是200就都吃饭了是吧？嗯，才拿200。那你呢？你怎么吃300呢？我听听。啊？我还400，现在能。你400？可以啊，那你属于富有的人吧？行。啊，不行。行。哎，他们家咋可有钱呢？能吃不饱，养了20头奶牛。20多头奶牛呢？太少了。300多只羊。300多只羊。是不是呀？啊，不行。你家在哪儿呢？在哪儿住的呢？旺旺，在一个村子里，现在好像我县里盖房了。啊，县里盖房呢？盖上了。啊，盖上了。人家可特有钱，家里有钱。怎么个有钱法嘛？给我讲讲嘛。我们都是农村的，人家住到县城里边去了。搬到城里面去了，我们都还在农村里了。哦，你这有钱人干嘛来这儿学雕刻？没钱，弄一钱，弄笑死了。他们又不问你借钱，你看你吓的都不敢承认自己有钱呀。他们笑算了没？他们瞎说呢。那你家是住县城吗？没。那你为啥来学这个呀？为了挣钱。学生们一般学习2年就可以毕业了。他们说雕刻汉白玉其实并不难，只是这门手艺很苦。学生们每天上午进行理论课学习，下午都要进行实践操作，日复一日地进行选料、开荒、画线、定位、雕刻、抛光这些系统的雕刻过程。从这次广陵巡玉的过程中，记者感觉到广陵汉白玉石林在过去确实给当地人带来过不小的收益，可是现在汉白玉石林受到了保护，不能开采了。但是汉白玉雕刻的手艺依旧在广陵生生不息地传承着，而汉白玉石林现在正在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为这片土地创造福祉。